增上哦，增上戒学。如果你轻视小戒啊，你这个不是增上戒学，你是轻慢戒学，轻慢。请问师父，受菩萨戒后，诵读经、拜忏等，是否一定要答依？可以答依的哈，就是依照《方等陀罗尼经》入坛行道，你入于坛场行道的时候，包含了诵经，你在佛堂诵经、诵戒、念佛、拜佛，可以答。出了佛堂，我们就将衣卸下来。律宗没有制定说一定要这么做的，不是律宗制定的，是密教部《方等陀罗尼经》开许可以这么做，可以当满礼，不是律藏里面制定的。那我们能够受持满礼呢，也就是呢，护念我们的道心啊，毕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受了菩萨戒，有受持慢衣哦，加法受持哦，这是我的法衣哦，也是护念我们的道心啊。看到那一件慢衣啊，就知道哦，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哦，拉着衣啊，就觉得很好，不一样，跟你穿的俗服不一样哦，感受不同。所以能够搭是也是很好的。刚刚说的药酒，是否可以将酒加热，去除酒精，烹煮过？那酒精加热烹煮过之后，它就没有药引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药引的作用啊？没有酒精的时候，它就失去药引的作用的了，那我们就不需要用了嘛，不需要了。你怕我的思维吗？不用最好哈，护持戒慎比较舒服。请问师父，家中长辈遗物中有一条围巾，上面绣着阿弥陀佛四个字，每个字八公分立方，此围巾如何处理？就在明显的地方布置围巾弥陀圣号给大家看，阿弥陀佛所过这个地方，就看到阿弥陀佛，就把它布置在那个地方给大家看，不要披在身上哦，不要哦。这个围巾哪个这么处理了哈？哪个地方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布置在墙壁上。大家看，哦，阿弥陀佛，绣得这么庄严，这么好看，也是增长大家的善根啊。所以文超中说呢，这个地方啊不太吉祥，就树立阿弥陀佛的牌。这个牌子啊，树立南无阿弥陀佛的牌子。这个人走到这里来，看到南无阿弥陀佛。他就念这一尊佛号哦，这个地方就很平安哦，没事啊，吉祥啊，大家来就看到南无阿弥陀佛，一个人一声佛号，这个地方就平安了，哦，很好哦。佛法都已经为止嘛，忏悔的文，如果大家不懂，可以请问我们这位
我们的饮品完之后试着完就可以跑，他会抄给你。堕胎要送哪一部经啊？应当是佛说长寿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。大家你帮忙猜一下，佛说长寿护诸童子陀罗尼经，你看这部经啊。佛说长寿，守护的护，诸多的诸，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。好像是的，不太记得。如果是因为母亲打疫苗而检验的时候说婴儿不健康啊，你就好的读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或者你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这个孩子就会很健康的，不要堕胎。佛说长寿内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，佛说长寿内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。送这一部经啊，专门抄戒婴儿的。我们看着讲义的33页，我们讲到了第五行的中间，依云七众俱至，皆应进食。这一段呢，二就是呢，我们后面的三十五页。倒数第三行，注二，依云七众俱至，皆应进食。智者大师的译书里面呢、有解释，就是我们古德呢、古来学律哦，祖师他们都有解释的哦。他们的看法就是呢，七众都制定了哦，都要恭敬好食。根据这部经，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卷12，佛言若四辈弟子。比丘、比丘尼、亲信士、亲信女，常修月六斋、年三常斋，或昼夜精勤，一心苦行，愿欲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者，意念昼夜，若一日乃至七日，或复终回，闻我说。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，尽其寿命，狱中之日，有八菩萨，皆当广辉迎其精神，不经发难，生莲花中，自然音乐而相娱乐。哇，你看这个地方讲四辈弟子嘛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亲信士、亲信女。常修月六斋年三常斋呀，所以说一种解释嘛哈，七众都制定了。然而实际上呢，我们看出家的戒法里面呢、从沙弥十戒开始就有包括三戒的哦，一直到比丘戒都有。出家菩萨呢，他是禁止身形受命受持斋戒，不论时节。第二种解释呢、二云但至在家，
连三藏在、月六在、本队在家、出家弟受持斋，不论时节，三十三念的第二种。第二种解释，只是制定在家菩萨，在每年的三藏月、三藏三月，每个月的六三日，受持包括在戒啊。本来就是为了在家菩萨制定，出家菩萨禁止身行受命持八关斋戒，不论时节啊，不论时节。花言三十三页的最后倒数第四行，花言莲池大师的一书花言，年三月的真无久也。毗沙门天王坤镇南瞻部洲之月也，月六日的初八、二十三，天王使者；十四、二十九，天王太子，月望月会，天王至真，地乡巡守之日也。好教善恶，良在于斯，故云鬼神得利也。好时不知忽慢之甚，故加一戒。又此戒，本在家所持，出家尽受持斋，合婚日月，合住此戒合雕塑，经理法一戒。莲池大师住宿的凤凰菩萨戒经一书花影，有五戒，连三藏斋月者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也。离三门是梵语，此方中华的语言翻译为多闻天王，在须弥山北方的毗沙门多闻天王，分别镇守南瞻部洲的月份也。毗沙门天王啊，他领导夜叉罗刹，他领导的部众是夜叉罗刹而已。这叫做鬼神得力的日子啊！这三个月，他来镇守我们南瞻部洲，所以是鬼神得到势力的日子。年月六斋日的初八、二十三，天王使者下来人间巡视。遍行世间，观察人间所作善恶之事。十四、二十九，天王太子巡行世间，检教善恶。月望，阴历每月的十五日叫做月望。月会，阴历每月最后一天就是三十日了。四大天王自身哦，地相巡守。巡狩了哈，地相巡狩，地呢更换了，更换互相巡视，狩就是古代称天子巡行诸侯各国的日子，考教人间善恶，携家男女修行孝顺，供养父母，恭敬沙门婆罗门。于诸师长有崇敬尊重否？谁家男女修行布施受持境界，于六斋日守心摄持八关斋戒否？考教人间善恶之事，良在于斯。实在是由于如此啊，故云鬼神得力之日也。六斋日、三藏斋月都是鬼神得到势力的日子。在家菩萨好时不知忽视轻慢欲界之甚，太超过了。故家，所以加上换心意不净好时这一条戒。意业更犯轻过罪，不敬好时。又此不敬好时戒，本在家所持，
原本就是在家菩萨所受持的。出家菩萨尽此身形受命持斋戒，合欢日月，哪里有分别六斋日年三长斋月？在家菩萨受律戒，修礼两行，应当呢守持八戒斋好，很好的。合住此不净好持戒，适合标作经理百一戒。36页，第六行，住三合住，佛智在家男女，不论淡三归者，受五戒者，受菩萨戒者，欲六斋日，悉应一昼夜受持八戒斋法。何处解释哦？佛陀制定在家男女，就是轻信士、轻信女，或者菩萨优婆塞、菩萨优婆夷，不论淡三归者，不讨论了，只是受三归一的人。或者受五戒的人，受菩萨戒的人，遇到六斋日，鬼神得到势力的日子，都应当一昼夜、一日一夜受持八戒斋法。此是佛祖根据圣教之所述说，佛祖根据圣教说的啦。就是这一部经哈，《佛说斋经》。佛问回爷：“沐浴何早？”对曰：“欲与诸户俱受斋戒。”佛言：“斋有三倍，乐何等斋？”回爷惭愧言：“愿闻何谓三斋？”佛言：“一为牧牛斋。”牧牛斋者，如牧牛人求善水草，饮食其牛，牧归思念，何也有丰饶，须天明，当护王。若族姓男女已受斋戒，亦在家居立，欲产业，即念没饮食，欲养生者，是为如比牧牛人意。不得大福，非大名。二为泥间斋，泥间斋者，当月十五日斋之时，胡地受斋戒，为石油岩内，为石油岩内诸神拜言：我今日斋，不敢为恶，不明有家，比我无亲，妻子奴婢，非是我有。我非其族，然其学贵闻见直，无有正心。至到明日，乡民有如故，是斋如彼者，不得大福，非大名。三为佛法斋，佛法斋者，到地直月六斋之日受八戒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是这一段呢、啊。所以莲行小注哈，《佛说斋经科注》佛祖全集第十二册，总页79-50。道弟子为在家秉承佛道之弟子也，从淡三归至菩萨戒，在家二众俱得此名。《佛说斋经》。佛问回爷：沐浴何早？
经文里面呢、啊，哈，经文里面呢、啊，这个讲很多了哈，我们这是录出一段而已。我得问鬼爷爷，为什么这么早就沐浴呢？早上起来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就知道了。我们受持斋戒的日子啊，就是要身体清洁，还有穿这个清洁的衣服。我问鬼爷爷，沐浴何早？你这么早沐浴啊，穿这个新的衣服做什么呢？对耶，欲与诸妇，欲与诸妇女啊，都来受持斋戒。他们要来受持斋戒，就是呢，小圣法中呢，他们要到寺庙里面去，去，譬如说齐王金舍，去那边呢，对诸比丘们，请诸比丘们为他们传授八方斋戒，具受斋戒。佛言：斋有三倍，受持斋法，尊高卑下的辈分呢、啊、有三种，斋有三倍，一为牧牛斋。佛陀说呢，斋有三倍啊，乐何等斋？你们好要什么斋呢？要吃什么斋呢？那佛也就。不知道后面在说什么嘛，所以就惭愧说呢，愿闻何谓三斋，希望听闻佛陀为我们开导什么叫三斋呀、啊？斋有三倍嘛，什么叫三斋？佛陀说呢，一为牧牛斋，牧牛斋者，牧牛人求善水草，饮食其牛，牧归思念，何也有功劳，须天明当护我。第一种哦，牧牛斋，持斋的心，依止于贪爱，如同牧牛人啊，牧牛人呢、啊，求好的水草，哪里有好水好草啊？饮食其牛。将牛呢牵到这个地方来喝水吃草，持斋的心依止于贪爱，是为牧牛斋。如同牧牛人寻求好水好草饲养他的牛，日暮黄昏的哦，莫归思念嘛，日暮黄昏，太阳下山归家，晚上啊，他晚上的时候啊，心中思念了。何处田野有丰饶的水草，等待明相出，明天呢我带着牛群去吃好的水草，须天明当护我吗？若族姓男女已受斋戒，亦在家居立育产业，即念每饮食育养生者，是为如彼牧牛人意，不得大福非大米。若是族姓男女啊，已经受斋戒哦，心意在贪爱居家所需求的财力产业，他的心都想这些啊，以及思念着美味的饮食养育自身，我今天持斋嘛，那明天要吃好一点的，将这个补回来，养育自身，视为如同比牧牛人的心意，依止爱欲，虽然受持斋戒，不得大福，非大明，不是有佛菩萨大人的智慧光明啊，其心悲肉下列。这个心比较差了，不用心持八戒斋法，不习学五内，但求人天福报，但求人天福报，是为牧牛斋。二为泥间斋，
泥坚斋者，当月十五日斋之时，菩地受斋戒。为时由言内诸神犯言，我今日斋，不敢为恶，不明有家，比我无亲，其子奴婢，非是我有，我非其主，难其学，贵闻见直，无有正心。至到明日，乡民有如故，世斋如彼者，不得大呼，非大礼。第二种泥坚斋是外道了哈。泥坚是印度当时外道之名。当月十五日斋，他们在白月十五日哦，以受持斋法哦。当月十五日斋之时，胡地受斋戒，趴在地上，胡在地上啊，受斋戒。为十由旬内，一由旬有四十里啊，十由旬呢有四百里。为十由旬内诸神礼拜，向神明礼拜，不知归向三宝。他不是向三宝礼拜，对神明礼拜。言我今日斋戒，他也是斋戒哦。不敢为恶，不明有家庭，比我无亲，比我呢无亲属关系，跟佛制的戒相似嘛，与佛戒相似。妻子奴婢非是我有，我非其主，我不是妻子的夫主了，非奴婢之主。与佛制的戒律呢，为在家人自出家法大略相同，大略相同，只是不知归平三宝，所以仅仅称作泥坚斋。泥坚斋，南极学贵闻见之。贵重语言文字呢，那口说嘛，口里说一说。无有正心呢、啊，实质上他还是在家里面啊，他们还是夫妻关系啊。至到明日，乡民有故，乡民有如故，世斋如彼，泥坚。离间外道者，不得大呼非大礼。三为佛法斋，佛法斋的道弟子月六斋之日受八戒，就是这段经文了。佛说斋经科注，偶主解释，道弟子为在家秉承佛道的弟子，从诞三归至受菩萨戒，在家二众俱得此名。月六斋日者，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三、二九、三十，若月小取二十八日来满足他，此是佛法斋。融会两部经文，道弟子每月六斋之日受持八关斋戒，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定一日一夜出家之法。就是呢，佛说受持善戒经啊，佛说受持善戒经啊，大正藏二十四卷一零二三页的下来，名为八戒斋。过日中不食叫做斋，戒法与斋法合并为八条戒。经文八戒斋者，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自出家法。八戒斋法又名八关斋戒，关闭禁止非法放逸，令身心极静安定。八戒斋者，是过去
过去是，现在是，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定的出家法。所以不淫戒呢，不淫戒就是修清净泛恨哦，包括维系的魔畜啊，男子与女人共宿都是应当要避开的，叫做清净如法。因为是制定出家法嘛，你们就在这六天哦出家，手持清净的泛恨哦，很好，很清净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苦愿罪障悉消除，苦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一切和尚不为离。